那眼控对焦呢？我觉得算是一个，那眼控对焦呢？这样子我这样，那眼控对焦我这样使用下来，我是觉得还蛮酷的。但是到底实不实用呢？我其实也不太知道，因为你眼控对焦，你就是真的是看到哪里，你就是会对焦点飞到那里。但是你常常就是你对焦点到哪里，然后你还是会想要再看一下构图，你看一下周遭，然后你再，然后你。眼控对焦，那眼控对焦呢？我是觉得，有点酷炫的东西，但是到底实不实用呢？就真的你需要把它拿出去拍，你才知道。因为你对焦点，眼睛看到哪，你对焦点就到哪。虽然是很快啦，你看前景它就对前景，你看后面背景它就对背景，其实蛮酷的东西。但是你如果你对前景，然后你稍微看一下背景，然后你的对焦点就会飞过去，所以你其实就是。对，就是看的。那眼控对焦呢？我是觉得，有点酷炫的东西，但是到底实不实用？到底真的？那眼控对焦，我是觉得，还蛮酷炫的东西，但是到底实不实用，真的是需要把它拿出去才知道。因为我在现场就是，还有要洗啊，去。那眼，OK，那眼控对焦到底是？哇哦！虾米，你的时间到了，虾米哦，没有时间了。